粉丝的礼物我包了，在音乐餐厅为大家深情演唱两首歌曲，100块钱，我要选在音乐餐厅为大家深情演唱两首歌曲。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家音乐餐厅，我待会儿会在这家餐厅给粉丝们演唱两首歌曲，是送给粉丝朋友的，然后这两首歌曲可以赚100块钱，就是刚才我买礼物用的钱。不是，先试音。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让喜悦的人。这个伴奏会稍微有点小，稍微小了一点，伴奏可以再轻一点点。谢谢。这首歌是送给粉丝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独家记忆》。记。下大雨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。没世界像场灾难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。对不起，是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摆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。现在我拥有的世界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这些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。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问题。商量的余地，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摆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。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半夜不醒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关系。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摆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。现在我拥有的是你。
是给我一半的爱情，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。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关系。谢谢。下面我要开始点餐了，我要点十人份的餐，十人份。我要一个哈尼烤香鸡。有没有人要吃牛肉的？有没有要吃牛肉的？没有。那行，那来一个这个腾冲马帮铜锅牛肉。鱼，鱼我不吃，那就别吃了，大家都别吃吧。你不爱吃鱼吗？啊。为什么？平时都不吃鱼吗？对啊。但西湖醋鱼不是很有名吗？西湖醋鱼是什么名啊？那你没有吃，都不喜欢吃吗？好吃。然后呢？这是点餐。哦。大理刁梅小排，服务员。大理刁梅小排。茉莉花炒鸡蛋。三拼乳饼。有没有人想吃野生红树花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野生树花菜是一种真菌类的野生植物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什么那个茉莉花炒鸡蛋，你是吃三片炒蛋吗？吃啊。那你吃甜口的三片炒蛋还是咸口的三片炒蛋？咸甜一起都可以的。对，那你觉得番茄炒蛋是先炒偏咸？偏咸。是现炒西红柿还是？当然现炒西红柿了，不是吗？现炒蛋啊？是吗？我喜欢现炒西红柿，不行吗？那你知道怎么样能让那个蛋很嫩吗？炒出来给它适当的按摩。怎么按摩鸡蛋呀？就在它表面按摩就可以了。敲开前，摸下什么？对，温暖它。所以你平时会做饭吗？我啊，会啊。你是什么样的？精湛。比书战更精湛吗？类似。那你的拿手菜是？我拿手菜，我的拿手菜，暂无。我有啊，我会做啊，我会炒，我会煎牛排，特别特别香，我觉得。拿手菜对吧？因为我觉得我每样菜都特别拿手，所以我觉得，所以我，you know that， 你懂吗？魔鬼小炒肉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啊，被带上去。你吃辣吗？可吃可不吃。可喜欢可不喜欢。所以对吃没有什么要求。我什么都吃。有不吃的菜吗？没有不吃的菜啊。我有不吃的菜，莴苣笋。我不吃莴苣笋。就是绿色的。莴苣笋，对，绿色的笋就不喜欢吃。凉拌对，凉拌就是什么拌的都不喜欢吃。莴苣笋热拌的也不喜欢吃。锦鬼鸡啊，好几个鸡了，两个鸡。那我再要一个。你不想吃青菜？
相比之下吧，对，比较喜欢吃肉。啊，这个好像很好吃的感觉，苦荞粑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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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菠萝饭的特点，适合小朋友、美女、老人，美女。女性就女性，重点写了美女。我还吃什么？两顿，一般都两顿，要不然就是中饭跟晚饭，要不然就是早饭跟中饭。喜欢吃，我平时喜欢吃香菜，比较喜欢吃香菜。辣。对，啊不，辣不，相比辣的话，香菜更，我觉得更下饭一点，更好吃。所以每顿必吃饭吗？对，就不是每顿必吃主食，就是吃菜当然还要吃饭，就吃菜的时候肯定会吃饭。柴骨肉，小炒柴骨肉，怎么样？这孔雀宴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。158一个人，八人起订。哇，那么一大桌。你奶奶呢？全孔雀。这里有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橙子，黄瓜，玉米。算了，我觉得不值。给我来个五花肉，傣族啊，不是傣族，这是什么？佤族烤五花肉。我来一个可汗牛排。牛肉、鸡肉、猪肉、羊肉，那就是很难排啊。等会，哎，猪啊，不对。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鸡肉，对，这样排。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鸡肉，对。米线有没有人要吃的吗？来一碗吧。那就来一碗哈尼哦，算了，不要这个啊，就算了。薄荷牛肉米线，来一碗。火锅跟烧烤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火锅跟烧烤要看什么火锅，什么烧烤。花椒鸡火锅。安利点方式，海鲜火锅。就吃花椒鸡锅底。所以你不喜欢吃川式的火锅？对，我不喜欢吃那个红油的那种火锅。那如果你朋友约你去吃那个川式火锅，你是会点多点鸳鸯锅？鸳鸯锅。然后你吃白？我去海底捞吃番茄锅。我还有点瘦啊，算了，这个胖啊，这个算了啊，就点德宏泡乳的啊。刚刚那是甜品，我要再点个甜品，德宏泡乳的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我喜欢吃双皮奶。突然想到了马卡龙，手工鲜花饼。哎呀，点菜点的头疼。点完了。我要去掉这个。谢谢。哈尼烤香鸡炖中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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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
祝大家猪年大吉，阖家幸福，圆圆满满，别忘了加入我的 PICK 值哦。